还没有人进来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有人进来哦，可以看得到有人进来。我们在测试一个新的相机，你们看一下，看不看得到直播？有吧？有人进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有吗？我现在讲话怪怪的，因为胃在发作。现在是胃痛重，没什么力气，等下还要唱歌。看到吗？很顺吗？看一下我动一下，有没有很顺畅的感觉？我们现在这个新的机器非常厉害，基本上一台相机可以模拟一个5到10台，你要几台都可以的一个导播室。所以比如说导演现在想要把镜头切换到我非常特写的眼睛，特写，然后一瞬间要把它切回浪的镜头切换，都是非常厉害的。这个广告费我可是收的非常好，但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相机，因为没有找我代言，但是我自己在玩。因为很喜欢直播，所以有些关于直播的一些器材啊、新的科技啊，我都会想要尝试玩玩看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用这个新的玩具来一起彩排，彩排，音乐团彩排吧。哦，胃痛。我跟你说，胃痛唱歌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，头痛、发烧、感冒都还说得过去，喉咙痛甚至还可以唱歌，但是胃一痛感觉就没力气了，讲话就变这样了。所以我要看看这位朋友写给我的卡片，他祝我健康、快乐、平安、祝福。谢谢你们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给我的感谢贺词，我现在会带着你们的阳光进入彩排室，走吧。在哪里？还好吗？不是太好，但是我还是依然来了。我们在直播。OK。Yeah。大家好。Yeah。来，我们来休息一下。就来试试看吧，还没有走过。哎，顺跑一下。好啊，然后不为谁的，就是有一个是哒哒哒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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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哒哒哒哒，就是那个我有多做两遍。我们切换，阿鲁老师特写。来，再讲一次。我再讲一次，反正就是那一句，我们有多重复三遍，然后。前两遍我目前音档是空下来，然后你就唱唱看这样。就是 vocal 是空下来的，对不对 ？vocal 盖对，那个地方没，因为vocal 盖如果直接放会有问题，就是对唱的方法。多么比我爱的他的他是谁？多么比我爱的他的他是谁？多么比我爱的他的他是谁？我跟你说，你有没有胃痛过？唱歌？你有吃胃药吗？我有吃胃药，但今天还没吃。啊，我有胃散。要吐出来就好。你有胃散吗？没关系，我待会再搞定，回家再吃。有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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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出来，我们在直播。都是咖啡人的货。来吧。好，很大声吗？
是我。藏眼泪的心脏，往事不会说，我别跟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。我想修理了你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。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？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耐心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快乐里钢琴 only 的地方。
是他是谁，那就没有意义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不好听了。那你觉得我要保留那个是他是谁？哎，怎么唱？弹 line， 我这个地方我是弹，我哥我跟你讲啊，从 re mi 开始，从 re mi 好，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Okay. Two three four。原本我就是这个意思，我想要电吉他的部分是 double time。OK， 你现在是噔噔噔噔噔。哎，对，类似， okay. 但是我想要高的，就是可以改那个音吗？因为我唱的是巴咪嘛。对，我想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我们试一下，刚刚的 chord， 在这个声多过里面，对，不。第二段太高，你前面还是低原本的 ，OK OK， 好，没问题，好，再试试看，对，最后那个。
再拍一点。好，看你又跑了，你的还是 open 吧，还是 open 吧。听他的手指，帮我到 C 三再一次。对 ，C 三再一次。对他们对决，他的手指、手指、手指，然后表情呢，应该蛮好的，蛮嗨的。来 ，C 三哦。嗯。吉他手的。你是最后一个小节才16分啊？对，也是。Re， 从这个地方开始。这边也是以八分为主。Re。不要太多使用，我觉得前面先。第二个 ，OK， 第一个还是原本的，就是原地四阶升八的时候，十六，因为它尾巴有第四拍。我的意思不是第二遍十六，我的意思是第二遍你上高的，就是你玩高的音阶，然后你第三遍才十六，就是第一遍还是原本的嘛。回民原本。棒棒棒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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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它前面还有一个对点。对，但反正就是八跟升八，你可以走到高八分这个地方，然后一样是八分音符。但这个还是要对啊，还是要对，因为那个本来有对点，还是对。然后到最后面才变成十六分音符，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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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，这样子。对，第二遍的时候，我想。跟你 close 一点 ，OK， 弯的跟你接近，来音域。那我们走一次好了。好，我们。Thank you.
是突然间有一个变化。对啊，大家可以再大声一点，好，可能那段可以再明显一点，因为你通常从 low 到 mid 嘛，mid 就可能会稍微少一点 low， 可能那个手指的那个声音可以再突出来一点。好，这拍应该蛮屌的，真的蛮屌的，厉害吗？好，再一次吧。是整段是多长、啊、大概好像五分多钟，才四分多。加起来3:50。九分加上前面的话9:20-9:30，所以加起来30。3:55。这个主曲吗？对。3:55。OK。好 ，OK 哦。好，来最后一次 one take。录了。凭什么要失望？长夜来到心脏，往事不会说。
好，来，大家辛苦哦，辛苦了，耶！谢谢我的乐手老师们，耶！胃痛还可以这样，我现在把所有的力气都炸光，把演唱会一场演唱会的力气放在这个。哎，这个在播吗？对啊，我都干了。我在看我自己的直播，厉害吧？这个直播，还有切特写，真的，你看，大家去看切女特写，有切特写。这个直播超认真的，有没有？对啊，今天以后我们的直播就升级了。哎，这个镜头是不是有一点广角？非常广啊，好屌哦！可以切近，对啊，还可以 zoom in 放大，放大到我头，我的帽子，我的帽子。顺顺放大。我现在我手动不了，手动不了。现在导演手动不了。你看现在全部对不对？有没有感觉很像突然有另外一机的？全部对不对？都同一机，厉害吧？这边是特写的，现在换浪的。有哦，直接换浪的，真的，没有屌啊，厉害。这是你的车钥匙啊？哎，有这个。这还不错，这个乐手老师可以开这样的车，哎，这不是我的车钥匙哦，哎，厉害啊，阿龙，要不要讲一下？多亏您的照顾，这样不是，但我比较想要你身上那把钥匙，我身上，你今天那个是钥匙更厉害哦，那个不是我的车，啊是吗？那不是我的车。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。可我担心你开了，就会想要把它变成你的车。有一天，呀，啊，太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看我。